是开耶，是鸟先生的开吗？拉是大赛啊！看这个，以为是观众场，是正好要喊说毕业了吗？为什么又是一个如来神掌啊？奇怪。哇哦！这个金牌。还有下一费，这个金牌。不行，我觉得会爆牌。他不敢空白一拉，空白一拉就是被我白换啊，除非他两张啦。啊，想打算通过，他真的空白一拉、欸，哪里可嘞？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？啊，没有想法，只能撞他。得不了，没关系。他如果进化罗雷娜嘛，他就无法耶啦。太棒了。这边就看还有没有兔兔，对，有兔兔，可以，请他吃冬。算有点觉得可以说再打一张，然后跟他讲说，你能不能解掉我东东啊？但是其实耶大也有可能会放什么二费消失啊。我怎么觉得妙处很卡？没办法，他必拉那个啦 ，Daddy Go。哇 ，Daddy Go！哦，对啊，没有必啦，我多放一张那个忘记了，因为我原本是没放的。这边，我觉得我最后一个进化点要留给东东欸，要用这个圣柱圣龟拉东东，才可以解他那个恶心的场面。不会吧？私の祈りを込めました。姿勢は正しく、祈りの数だけ。世界は巡る。私の祈りを込めました。他到底要养多大只？东东自己来。他没动动，我是这样给他压力很大。除非他再一张乐乐娜，两张了，他只剩一张了。他有点火啊，我觉得他一定会火。Good， 不会吧？你要那只霸凌我的那只二二吗？还是他过头？哇，世界！看我只好东东了。我东爆他了、欸。还不敢放东东啊！还不放东东啊！现在很多耶拉真不放东东，但是我觉得现黄金真的东东超强。
还有东东哎、欸，还感受到我的嘲讽了。哦，我的东东死掉了，怎么办、啊？大家，雷迪够冲他吗？雷迪够会赢吗？我觉得冲了哎、欸，要不要？直接打，把他打到剩下一点点血。哎、欸，可是还有可能优化的，他如果直接打头剩多少？13点。加四点，17点，冲！他下优化底就要腾一个位置出来。他怎么又一只世界？好啦，妙厨。哎呦，对啊，没有币啦，我有放，我有多放一张那个忘记了。好啦，GG。刚刚应该要打一个最稳，就是罗雷娜加世界，根本要几场对啊！但是我完全就是想说，我的312是会拉那个雷迪高，刚应该就是罗世界圣水解光，完美。今天晚上的暗影神探就玩到这边呢。如果喜欢我直播的话，你在订阅的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可以追踪最新的影片动态咯。别忘记在本周六的时候会有暗影时当知识网，也欢迎来大家来个共襄盛举。对，就是会考从以前到现在自古由今的所有的考题，任何东西。那就是这样啦，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